这什么仪器啊？怎么三根针啊？终于有你不懂的时候了吧？那叫三针测量法，你别看它好像挺原始，但对于测量中将来说，精度是最高的。不是你蒙我呢吗？哎，确实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看着吧。 15.012，不合格。我来吧。 大径15.850，合格。14.85。 没量错吧？中径的公差范围是14.854，到14.994。你这个是14.852，就差两丝。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手工操作机床，就是两丝。 这个进度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诸位师傅，我来试试吧。爸。
刘师傅，你们有谁知道当年这台机床到底是怎么坏的吗？之前我们听艾科长说过，说有一位华西的老师傅曾经修过一回，但是没修好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啊，已经过去两年了，虽然没人再提起这事儿，可我们这些工人都忘不了。哎，师傅，那您就跟我们几个说说呗。你想听？想听啊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俩？我们这事儿是想更好的了解这台机床的过去，方便咱们维修故障。看你们俩那样。刘师傅，您受累，跟我们说说吧。这事儿啊，跟华气厂一位鼎鼎大名的霸机工有直接的关系。我来测。15.868，合格。15.002，差了84。到底是老了，手艺都还给师傅了。艾叔，您跟几位老师傅已经很厉害了，就差几丝，我就不信还有人能比你们做得更好的。各位师傅，咱们还有点时间呢，是吧？毛主席说过，愚公移山，人定胜天，咱们已经很接近了呀，对不对？艾科长，要是华西这些大师傅都做不出来，还有谁能做得出来？哎，爸，对，您师傅，武师公刘一错。那可是我们华气厂有史以来最响当当的大人物，错倒一下，那零件比机床做的都精准，所以呀，人称刘一错。他可是我们五吨重卡研发中的大功臣，那是八级工里的八级工。更牛的是啊，他还是葛厂长和艾科长正儿八经拜过的亲师傅，经常代表华气参加全国的技术比武大会，那时候名震四海，威风八面，走路都是手摇的大蒲扇，迈着四方步。华气人对他更是真察奉言，毕恭毕敬的。刘师傅，我们几个来华气也算有段时间了，可是这么响当当的人物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听过呢？哦，还有，这个刘师傅跟这台机床有什么关系吗？这还得从2年前说起。2年前。为了推动生产设备升级，我们进口了那台德国机床，可谁没想到就过了几个月的时间，那台机床精度就出了问题。我们这些师傅一通检查，最终判断是继电器出了问题，可是这个继电器属于特殊型号，国内找不到，厂里就和德国公司联系，人家表示可以寄一个过来，但时间最少是一个月。那时候咱们厂手里正好有一笔部队的订单，要急着出货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这时候我师父刘一错表示可以修一修，他把那个继电器拆开修了一下，装回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是某个线头出了问题，装反了，导致
整个电路系统烧毁了。后来呀，德国公司派人来检查，判断是我们自己私自拆修造成的电路烧毁，必须全部更换，价格是50,000美元呢。这下可把葛厂长和艾科长急的是脸红脖子粗的。葛厂长一时起劲，就说了刘师傅一句，责问他为什么搞坏了机器。那刘师傅啊，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他是钳工，其实维修电路的事儿跟他没关系，可他就这么个脾气。平时车间里有任何事需要帮忙，他都会伸把手。自己的亲徒弟当众埋怨了他，他下不来台呀。一气之下，他选择了提前退休，从此再不跟华气有任何往来。山北，你师傅我脾气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我就是一个炮仗，一点都不。再加上他在华气受了点委屈，心里有怨气，到这儿没想到气坎上。你要是过去就是往枪口上放，这不是自讨苦吃。吴师傅，您跟我交个底儿啊，就刘老师傅这手艺，咱这事儿能不能成？我老哥是个奇才，车工、钳工样样精通，比我们在座的都要强多了。他要是能来，肯定不骂咱。得，那这样，我就算是把南墙撞破了，我也把我师公给请过来。你去请，啊，爸，我去。长安，我师父那人脾气可不好，吃软不吃硬，注意方式方法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差了八死。大家继续努力啊！不到最后一刻，机器绝不能停。好，干活嘞！好。人我请来了。怎么，觉得我不能来是吗？救华气可不光是你们男人的专利。人是我让沈家请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杨薇薇正式加入我们的维修小组，大家欢迎。哎，班长，你们刚才一个个低头大耳的，怎么了？听了一个故事。都火烧眉毛了，还有时间听故事？没白听，收获了很多关于这台机床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起码知道了这台机床是怎么坏的，这对我们的维修工作很关键。当然，现在好了，有薇薇的加入，以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德方请教，这对我们的维修工作就会更加有利。对了，这台机床的德文说明书你们拿到了吗？我现在去找葛厂长。好。你哪的？是我，艾长安。你是长安？啊，奶奶，是我。哎呦，长安呐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我要是在街上碰见你，都不敢认了。进屋吧。奶奶，刘老师不在吗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？这华气啊遇上大事儿了，我们想请刘老师傅出山呢。脚揍脚揍脚揍棍，华气的人不许进这家门。你听见了吧，长安呐，你来看我们，我们欢迎，可我们家不欢迎华气的人，你走吧。
哎，不是奶奶，哎，刘老师傅，刘老师傅，刘老师傅。刘老师傅，我是艾长安啊，啊，我爸是您徒弟，艾山北，我还应该管您叫师公呢。我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，你忘了？哎，师公，刘老师傅。怎么样了？查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份德文说明手册。入库的时候没做登记吗？所有登记册上都没有记录。哦，这样吧，已经下班了，你俩先回去吧。啊，明天再找。您不走啊？我得查，找点其他的资料。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歇会儿吧，你我眼睛可不比我们呀。我这白内障治不好，也不想治了。趁着瞎之前，能帮厂里渡过这个坎儿，这辈子也算是给自己有个交代了。听我的，去躺会儿吧。一会儿我让老张来换我。华气绝不会散，咱呀。拧拧巴巴的，知道不？辛苦啊，刘师傅。
老刘啊，老哥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为了找德文手册，你真一宿没回家呀？睡迷糊了。哎呀，这有啥办法呢？你不是也听说了吗？那个艾长安，他不吃南墙后，非得去找我的师傅刘一措出山。我琢磨，他把嘴磨破了，连个影子估计都见不着。刘师傅，确实是一座难爬的山，不过长安那小子也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一物降一物，没准这事儿就能办成喽。你看都几号了？哎呀，你要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。他过去死磨硬泡，兴许还有可能。这还有两天，不可能。那这个德文手册你找着没有啊？你说就说这事儿呢，这人呐，这不得不服老。我是明明记得把它存起来了，昨晚上就在那儿找了一宿，我就是想不起来放哪儿了。是没有了德文手册的指导，维修机床又陷入僵局了，这两条道没有一条道是通的呀。老哥，留给咱们的时间可是不多了。行了，这个是我同学从俄罗斯进来的，正好熬了一宿，给你补点糖分啊。来，尝尝，挑挑哪个好吃。哎，老周，根据咱们对机床的初步检测，目前也只能手绘出这张简易的电路图。如果需要更准确的数据，就只能依靠机床的使用手册了。找到了，德文手册找到了，程长老，你们赶紧去他办公室。当时我爱人就觉得这个汤盒好看又结实。所以就把我一些重要的东西就藏在这个里边了。我想半天，我是看到你这个汤盒，我才想起来的。可是德国机床都已经废弃不用了，你还留这本德文手册干什么呀？这台德国机床可是咱们华汽第一次进口的洋货，国外先进技术的秘密全都藏在这个册子里边了。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，把它给留下来了。我呀，就是时刻提醒自己，机床。可以停转，但是推动咱们华汽机械自动化的心不能休。进来。厂长好，书记好。杨文威，来，你德语好，跟德国专家沟通的事情就交给你。是。哎，现在就打。好。找到了。Guten Tag. Vor zwei Jahren hat unsere Firma einige Werkzeugmaschinen bei Ihnen gekauft. Derzeit fallen diese häufiger aus. Können Sie uns weiterhelfen? Okay, tschüss. 怎么说？德方说产品过保，公司只提供整体替换的维修服务。啊？哎。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呀，言行不一，不分国界。好在我们还有这本手册可以参考，还不算悲观啊。书记说的对，有了这本手册，我们可以对机床进行全面的排查，找出故障原因就大有希望。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，我们立刻就去排查。好。哎，等等，这
那就给工人们分了。谢谢厂长，谢谢设计。微微已经通过电话了，德国方面说电路系统必须整体更换，不提供任何维修，所以目前看来，德国方面不可能给咱们提供任何帮助。为了给华汽省下珍贵的外汇，也为了五改期可以圆满的成功，咱们必须自力更生。班长说的对。好在咱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使用手册，也有了电路图，所以咱们必须尽快赶紧进行通电检查才行。好的，好，好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各位，哎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沈总啊，从这个无线电厂借了一台集成电路测试仪，让我给你们拿过来。你们看看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对电路板进行检测了。韩长安，嗯，谢谢啊。嗨，不用说这些，客套话咱不说了啊。你们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告诉我。嗯，那你们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长安。嗯。厂长给的。再见啊！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个机床电器和表面线路没有明显的磨损，在运行过程当中，电动机、控制变压器、接触器还有继电器等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声和闭合声。切断电源后啊，外壳也没有不正常的发热现象，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，可机床就是会频繁卡死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也不知道爱长安那边怎么样了。哎，咱这边啊是一筹莫展，他那边啊可是水深火热。师傅，他们遇见困难了。时间就剩下不到两天了，你说爱长安那小子一天都干啥了吗？不把心思花在这个螺栓上，跑到人家刘师傅家门口干候着。人刘师傅是什么人？能见他？刘老师傅，哎，我又来了啊！爱长安，哎。您还记得当初和您一起到华汽的那几个老兄弟吗？可都去了，哎，就差您了。有一位师傅叫刘奇志师傅，他这眼睛都快不行了，可还是在这厂子里整整错了一夜，可还是不行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这厂子里人都说时代变喽，工人的手艺再也达不到进口机床的这种精度了，啊，没戏啊，哎，永远做不出来。啊，对了，嘿，您出来看看这个呀，我爹，你徒弟，艾山美做的这螺栓，啊，哎，就差这么几丝，哎。就是不行。这个，您那老兄弟，吴毅师傅做的，也是差这么几次，也是不行。啊，这个，这就更有意思了啊！刘老师傅，您当年亲自指导过的，张卫华师傅做的，那就更不行了。还有这几个。那都提都别提了，那都不行。哎呀，都差这么一点点，永远只差这么一点点。老师傅，这样，您就在家呀，好好看着，咱华汽输给这么一枚小小的螺栓吧。
所有华气的工人啊，集体解散吧，全都下岗吧，大家都没饭吃吧。我先走了。真轴啊！走喽，下岗喽，没饭吃喽，华气倒闭解散喽。班长，损坏的接电器和接触器已经全部修好了，经过检测，没有任何问题了。太好了！不好的是，现在能够确定，电路板也出现了问题。那麻烦了，德文手册上可没有电路板的电路图啊。对啊，在电路板上发现问题本来就不容易，再加上维修更是难上加难。再说了，咱们怎么能确定电路板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啊，电路板故障无法确认，也就没法维修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。这种电路板的控制电压应该在24伏，频率在70赫兹，一共应该有275条线路。既然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，那就用最笨的办法，一根一根的测。275根线，一根一根的测。没错。今天晚上咱们6个人轮班倒，必须找出故障点所在。来吧，来吧。师傅，吃饭了。好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走吧，走吧，真的，吃饭，吃饭。厂领导呀，特意交代了。啊。大家熬夜作战太辛苦了，给你们准备了肉包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包子好，香啊，点了，就是。来啊，都有大肉包子，来。难得今天吃上肉包子了啊！大家得多吃几个吧。看咱们厂的情况，说不定明天连粥都喝不上了，都得重新找饭辙了。不能吧？咱们可是国营厂，对啊，国家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咱们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我表哥就在沈阳防爆器械厂，他们厂就倒闭了。哎，那些职工一夜之间全失业了。聊什么呢？那么热闹，大平来了。哎哥。咱们厂不会真倒闭吧？你路子多，来个大伙想想招啊！有啊，湖北二系现在正在招工呢，要不要我跟厂领导说一声，给你写封推荐信啊？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推荐信就这么写：该职工消极怠工，破坏团结，于大会战中临阵脱逃，请会场予以接收。怎么样？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想走。我现在就可以帮他打报告，让厂里给你提高待遇，我做不了主。但递个开除通知，我还是可以的。来来来，一个个的不像话。来来来，吃包子。来来来，大平，赔偿一件建设。但话说回来，真的就是一天时间了，那万一……胖子。你也想当逃兵啊？不敢不敢，我爹要是知道我有这心思，那还不把我皮给扒了？知道就好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呢，除了会点在厂里上班这点手艺，我什么都不会。要真是倒闭了，我咋办呢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揣回肚子里吧。我就相信一句话：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终于找到那根损坏的电路了，还没完事呢，咱那个数据还没出来。数据出来了，被电容烧毁的那根线路电压应该在6伏到7伏之间。还能再精确点吗？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，
只要从6:00到7:00逐一测试，不就能确认下来了吗？对，班长，你和沈夏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我和李斌先来。行。6:00，不对。6:01。6:02，还是不对。6:03。6:04，可以确定就是6:04伏。刘老师，我又来了。爱长安，认真，我不是来找你说螺栓的事儿的，我打算给你唱首歌。我是一个兵，来自百姓，打倒日本侵略者，消灭了蒋匪军。来自老百姓，来。老师傅，我不唱了，我回去多拿点来。小伙子，这连华旗的恩怨跟你没关系吗？啊？但你确实讨厌得很。这两天在我门口叽叽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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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要把我烦死了。要我出山可以。2年前我离开华旗时，天降大雨。今天中午天气预报又有雨，杨哥、保中、安山北两个人在我门口站一排，雨里头给我挡钱，太动乘客了，我再考虑出山。没问题。保证完成任务。道歉。这点误会，都这么些年了，也该解了。再说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是华旗重要，还是你的面子重要啊？那当然是华旗重要了，可是当年他自作主张拆了机床，给厂子里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？我作为厂长批评他，那是我的职责。师傅，那人你不是不知道，那是打断了骨头也不会弯一下腰的人。那当年咱们当着全厂职工的面那么说他，他有怨气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也不能拍拍屁股就跑了呀。